叫赖新宇，来自高雄。我是国一的时候开始打球，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是家人的陪伴跟队友的努力，才让我产生力量。我是郭嘉文，我来自台东，十岁开始打篮球。我的梦想是买一栋房子给我爸住。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是借由祷告和家人的鼓励撑过这一切。我觉得篮球的精神是纪律。我叫李俊欢，我来自基隆，我从13岁就开始打球。我的梦想是买一台赛车。篮球的精神是什么？不要怕。我叫吴怡萱，我来自宜兰，我14岁的时候开始打篮球，然后我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就是队友给我的鼓励，就是可以让我继续撑下去。我叫江明娟，然后我来自宜兰，我10岁开始打球，我的梦想是跟爸妈一起出国玩。我觉得篮球的精神是团队合作。